大家好，我现在录制视频，题目是“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”。今天是六月二十五号，在六月二十五号，今天现在是下午13:55，空军用空军吧，用空军轰六起飞，在罗布泊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今天投射原子弹，明天投射氢弹。后天投射中子弹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国家的权力在谁手中，好吧？你军方应该立即接，你马上就会接到我的通知了。再说一遍，我一遍顶两遍，我现在要跟你说三遍啊！现在是13:55，6月25号，我命令中国的这个战略空军部队。立即在罗布泊，今天一次，明天一次，后天一次，分别投放原子弹、氢弹、中子弹，好吧？我看看这国家的权力在谁的手中，你军队还听不听我？听不听我的话，跟不跟我走？我能不能指挥你军队？好吧？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在不在我的手中？我要拿回我的权力。我说给谁听的？江泽民，我说给你听的。你是我选择出来的人，是我成全出来的人。你敢让我铁窗寒彻，我让你上海牙国际法庭，你听清楚没有？